夏总，你放心，保镖的事包在我身上。可以，没问题。进来，一峰，来，我介绍一下，这位是麒麟公司总监助理夏女士，夏女士，她就是我们的精英队长于峰。你好，一峰。你好，夏女士，来，坐着说吧。一方，是这样，麒麟公司需要一个贴身保镖的服务，我让你来呢，就是想我们商量一下，我们一线保镖里的合适人选，让夏黎女士挑一挑。因为保护的人物非常重要，所以务必费心。既然这个任务这么重要，那我愿意亲自负责。你去？是的。 好久不见了啊，还是那么漂亮。赵老板，我找一下伊琳达。哦，那儿呢？去吧。伊琳达，伊琳达，伊琳达，我的天啊！伊琳达，伊琳达，我真的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。你先开开门，伊琳达，你开开门。你到底要干嘛？伊琳达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挽回的。 不要生气好不好？哎，伊琳达，你会原谅我的吧？再说吧。我觉得你是出去，这说明你来上来不行，你说你开心，反正我不喜欢你。我叫伊藤润，伊藤，黄冠中，他来找小九做什么？大中华地区的执行董事。 我没钱，不买珠宝。哦，哎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来给你推销珠宝的，我是有事情想要问你。你跟伊琳达很熟吧？啊，严格来讲也不是很熟，因为他这个人好像不喜欢交朋友。哦，哈哈，哦，那我们先交个朋友吧。 那谢谢你了，下次再见。啊，再见，再见。哎，小九，来来来来来，小九，怎么样？今天下班了？哎，小九，我问你，刚才跟你说话的那个小胡子，你认识他吗？啊，刚认识，他叫伊藤，怎么，你也认识啊？他都跟你聊些什么？ 没什么，他就问了我伊琳达，哎，他好像很喜欢伊琳达的样子。哦，奇怪，为什么他喜欢伊琳达就奇怪了。他有没有和你聊过我啊？聊你？啊，没有啊，怎么啦？哎，也没什么，我回头跟你说吧。啊，对了，小九，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什么好消息？ 铁子，你要转行了。嗯。来来来，来吃点水果再谈啊。来吃点水果。你们啊，慢慢谈，我上去给你们做点吃的。嗯。好，剩下的你来说吧。好。杜总，根据您的描述，据这次情况来看，袭击令公子。 像是警告行为，但在对方真正采取行动之前，同样的警告可能还会有一两次。所以我认为，您在这个时候请求我们天盾的进入是完全正确的。天盾会给予令公子全方位的安全保护措施。那比如说，具体有哪些方面呢？嗯。
这些都是目前很先进的设备，我们准备把摄像头放在 Allen 的办公区、住宿区、公司以及重要的地方。另外，天盾公司会有专人负责实时监控，如果发现异常，会及时预警。请杜总放心，这些装置会在不侵犯被保护人隐私的前提下进行安放，安放的位置也会对被保护人完全公开，而且我们公司是经过公安部门认证的。 安全保护公司，这点我了解。毕竟公司所有的发布会、艺人演唱会都是贵司承办的，我对贵司还是蛮信赖的。杜总过奖了。能为麒麟这样的顶级公司服务，其实也是我们天盾的荣誉啊。爸，赵总，这是 Allen。 你好 ，Allen， 这是天盾的商务经理赵总。啊，你好，赵总，你好。这两位呢，是您的私人保镖，于一峰、尚小辉。未来的一段时间内，由他们主要负责您的安全。于一峰是天盾的王牌保镖，他主要负责您的安保配置。尚小辉主要负责技术层面的问题。Allen， 你好，你好。 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呀？我过去去过贵公司，啊！哎，怎么办？因为他肯定还送我去。小九啊，吃饭了。 一会儿了，一会儿就凉了，赶紧的。知道了，来了来了。你不要嫌麻烦，我去外地重要场合出差的时候，也会带上保镖。你对自己的安全要格外重视。 好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我会派人定期抽查，不许私自撤换保镖。你要清楚自己的身份。我知道了，爸。我吃好了，你慢慢吃吧。 如果有什么问题，记得随时跟我沟通。夏琳，Allen， 有一件事，你即刻去办。 下定了很大的决心，但到了这一步，还是有些犹豫。我想起临出发前老妈对我说的话：“小九，听妈一句话，真的，我觉得这个女孩没那么简单。而且她接近你，明显是因为你在麒麟工作，这样的人心眼多。”我觉得吧，你俩找个不热的晚上，在江边找一个好点的大排档，喝喝酒，吃吃饭，说点心里话，什么矛盾都化解了。 老爸这纯属直男心理，我怎么老回忆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？对了对了，还有帖子，帖子当时对我说什么来着？我想想。不好意思，我在想别的事情。哎，一个有用的都没有，好囧啊！哎呀！ 喂，你干嘛？我刚好经过。
过你家门口。没打扰你吧？进来吧，正好要找你呢。啊？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？你先找地方坐吧。哎，我来帮你吧。啊，不用不用，不用不用不用，我自己来。吃过饭了吗？嗯，吃了。我刚还订了炸鸡套餐。伊琳达，你还在生我的气吗？你和艾伦谈过了？嗯，是的。你们是什么关系啊？没什么关系啊，他就是我们公司新来的一个嚣张跋扈的音乐总监，别的没什么了。那你为什么突然又参加练习生了？就是我在云音乐上的一首歌，他听了觉得还不错，然后就让我试试，然后就被选上了。嗯，没事，艾伦的助理给我打电话了。林姐，她说艾伦又改变主意了，决定让我通过了。真的吗？然后问我们是什么关系。我说是酒吧兼职认识的同事。然后就跟我说了一些练习生的准备流程，嗯，要了电话、邮箱和身份证号。那真的是太好了！你别这么激动好不好？我是真的替你高兴，你知道吗？我还以为我把事情办砸了呢，我还以为你一辈子都不原谅我了呢。徐子怡，你稍微松开一点。我不是，我热，我真的热。对不起啊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他是我的克星，他一定是我的克星。疼死我！冷静，冷静。厨房吃嘛？哎，坐下，不许去厨房，就在这里吃。哦。你不是吃过了吗？嗯，是啊，所以我才吃这么少啊。我吃饱了，谢谢款待。嗯，伊琳达，你人真的好好啊！我这个人做事毛手毛脚的，差点还把你的事情搞砸了。你不但不怪我，还原谅我，还请我吃炸鸡。小事。哎呀，我给搞忘了，我要找房子呢，中介还等着我呢。找什么房？我不是选上练习生了吗？因为我家离得远，我爸又特别反对我做音乐，想找个房子，一呢上下班方便，二呢避开我爸。嗯，租哪？我想就找你家附近，不过还挺贵吧？很贵，而且交通特别堵。你要是时半会儿找不到的话，可以在我这里凑合一下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，那我就在你家住下，不找房子了。我先给你付一个月的房租，就当做当时把厨房烧了的补偿费。肥水不流外人田嘛，我还会洗衣服、做饭，外加跑腿，还有按摩。喂，中介大哥，我不找房子了，房子已经找到了，谢谢啊。作孽。峰哥，峰哥，峰哥，
按照你的那个地毯式搜索方法，果然找到香槟了。行啊，小辉，这在哪儿找到的？在一个老的打印社里，就在老城区江城大饭店旁边。干得不错，你快歇会儿吧。哎，去吧台，想喝什么随便拿。好嘞，谢谢峰哥。快走啊你！最近公司忙吗？还行。方宇文，这不是黎明手工厂的主唱吗？妈，你还记得黎明守望者乐队吗？当然记得，我们这代人谁不知道啊。方宇文刑满释放了，你知道吗？前两天你爸爸看了新闻，还跟我说起这件事呢。时间过得真快啊，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。周末来这么早干嘛？秦昂上午基本上都没什么人。我来看看我能干些什么。嗨，真的什么都不用你做。哎，这卖东西的有销售，这收钱的呢有财务，送货的呢有厂家呀，有大事找店员，小事儿接待人，老板也有人当了。哎，你说这一晃都多少年了，真快。哎，坐。十几年了。嗨，不提这些不开心的事儿，都过去了。哎，笛子，要不然我来你这儿修琴吧，趁着我手艺还在。哎，用不着，有售后呢。今天一早，我看见好几个学生家长拿琴过来这儿修，一听到售后维修来回得两个多礼拜，挺不乐意的。那我就干脆把他们都修了，这样子也不耽误到学生学琴嘛。大哥，你说的对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啊，好，老板，我去干活了。你吓死我了，这么快啊。我跟你说，哎呀，你看看你这孩子。行了行了，别弄了，说吧，到底住哪儿啊？住在以琳达家。啊，不是你们俩不是闹着别扭呢吗？已经和好了，而且他家离公司近。妈，你帮我想想怎么帮我爸那关蒙混过去。你什么时候走啊？最好今晚就走。不是，那你今晚就走，你有没有想好怎么跟你爸说呀？我们俩保持口风一致。哎，连长，连长，峰哥呢？峰哥，峰哥不是出去了吗？天明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你说说，家里上上下下装了那么多的探头。我多不方便啊，你没觉得我平时走来走去连这。我就是要这个效果，都在公众空间，不会泄露隐私。我在艾伦的房间和书房装上了，在阿班的房间也装一个，我看他们还怎么瞎胡闹。喂，九啊！爸，我今天就搬出去了。啊，那么快就搬出去了？你搬到哪儿？爸有空去看你。哎呀，爸，你墨迹死了，又不是查户口的，干什么这么问来问去的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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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不问了。不过你要记得注意安全，然后还有就是别太晚睡，记得吃饭，知道吗？好啦，知
我又不是小孩子了。行行行，哎，要记得早点睡啊。嗯，你也早点睡，挂了。好，拜拜拜拜拜。什么事就开门见山的说吧，都不是外人。好，小军，方叔，我希望您把当年的事情再好好的跟我说一说。当年被服厂的演出确实是小军介绍的，啊，小军呢，是北漂回来老莫介绍给我们认识的。方叔，那这个人，你有没有印象？不认识。这件事情真的没有这么简单。方叔，您说过被服厂的演出是小军策划的。从我现在的调查结果来看，被服厂出事之后，小军就消失不见了。而那天晚上，这个叫江斌的人是我亲眼见到的，可是您对这个人却毫无印象。他们两个人之间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。铁子，有些事儿还是放下吧。喝酒。谢谢阿姨。哎呀，不客气，你们两个呀，慢慢吃，有事儿随时喊我啊。嗯，合你胃口吗？嗯，还别说，他们家的串儿真好吃，就是这些家常菜味道一般。哎，没想到你好这口。接着说，按你的话，那个伊藤对你有意思啊？对我有意思的多了，他不是我的菜。不是你的菜？那谁是你的菜？是艾伦那款吗？你千万不要喜欢他，他这个人有问题。是吗？嗯，你看他表面上很谦虚的样子，实际上心里可自以为是了，说一不二的。那只能说明他自信吧。自信那是自大，我跟你说的都是我亲眼所见，还有更恶劣的。我还没喝够呢，我们再回去喝五，够多了，喝六瓶就走。我那个鸡翅还没吃完，都浪费了。好好好，你不知道走路很累的吗？徐子怡，明天练习生报到，关我屁事，我起宣布的。吃什么长大的？
怎么有点像徐子怡？喂，什么情况？谁来都没有，关我屁事！安静。果然是他们。我就要和你。徐子怡，哎呦，安乐，好巧。我刚好路过。他怎么了？他喝多了。谁喝多了？我没有。赶紧送他回去吧。艾乐，他力气太大，我拉不住。好吧。伊琳达，帮我拿一下。徐子怡，回家了。我不走，不走。松手，回家。回家。我不走。他的力气比我还大。松开，松手。太没面子了，我得想个办法。有了，伊琳娜，开车门。啊！对不起，艾乐，给你添麻烦了。以后做练习生，随时都有出道的可能性，有很多规矩要遵守，包括像酗酒这种事情。如果不加注意的话，以后天天得上头条，全是负面新闻和黑料。是，我们不会再犯这种错误了。别拦我，还能喝？等一下，我开个灯。哦，里面，卧室在里面。再喝一杯。松手，松手！别闹！撒手！我先走了。
放下一根失眠的烟，瞄准它震动着窗线，倒叙母亲走过的人生路，尴尬地停留在原点。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对自由的向往，在逆光中找到了方向，拒绝归途的路上，黎明前守望着曾经执着的疯狂，守望着生命一线的曙光，守望彼此曾经的梦想，黎明前歌唱心酸啊，歌唱彷徨，歌唱我们美妙的故事，我们是黎明。